们期待已久的我们中华民国113年，国庆主视觉的主题，我们今天来跟大家做一个宣布。那我想今年的国庆的一个主题的主视觉的设计，它主要是以我们国庆的主题“中华民国生日快乐”。主视觉的设计是以双十的形状，那中间再辅以一个梅花的组合，那也强调我们是一个团结跟共荣的一个理念。那这一次的一个设计的团队使用了我们的国旗的元素红蓝两色，那蓝色象征了我们一个自由和平，那红色则象征我们的一个爱国的热忱，那也代表在台湾我们这块土地融合了不同的声音及不同的意见，那在爱国精神的领导之下，我们也共同为我们台湾的未来而继续努力。那我想设计的团队这次也凸显在用线条来融合我们文化的传承的包括梅花跟现代感的一个图形，这个也是一个激励大家来共同努力的象征。那我想梅花是作为我们中华民国的一个国花，也不仅代表着坚韧跟美丽，还具有深厚的文化和历史意涵。那我们把梅花融入设计，也让人们在庆祝国庆的同时，也能感受到文化的传承和历史的厚重。那另外在设计中，我们的传统元素部分这个一个现代感的一个图形设计，那这个的设计也是一个以创新跟传统来做一个结合。那我们也希望在不同的创新跟发展之下，我们追求我们中华民国更美好的未来。好，以上是我们一个主视觉的一个设置理念。因为过去8年的主视觉都会公布设计师，那今年为什么特地是选用匿名的方式？那因为另外之前新闻有报道说，就是韩院长今年有特别指示，希望让中华民国回来，要不然其他的提案都会驳回。想问这一次的设计是有中间有经历过很多次的来回的沟通跟讨论吗？第一个，我们这一次的一个国庆主题就是中华民国生日快乐。好，那是我们中华民国的国庆。那再来就是说，这一次刚有谈到说设计者的问题哈。那我想设计是这样子，第一个我们的设计哦，至此大概就是由同一批来做设计。那他有设计很多种样式。那最后我们所圈选的部分也是依照主任委员，也就是韩院长他来做选定。那我想这一次的设计其实他是由一群很年轻，然后也充满热情跟创意的年轻设计师来共同来创作完成，那将创新的图案跟传统的元素去做融合。那因为他们是说希望匿名，所以说也跟大家报告，那其实我们也尊重原本设计者他的想法。